哎呀，来到了这个 beach 啊，这个海滩呢、啊，这海滩呢、啊，简单来说就太有名了，因为呢，这个海滩是好多什么好莱坞明星呐、啊、，opera 迈克尔杰克逊呐、啊，在这里买房 ，Michael Jackson， 还有什么英国什么王子哈利王子在这边会在这个海滩散步吧？这海滩太美了。太美，但我不能下去，因为我没有穿拖鞋。我就先走过，先走过这里啊。哎呦，有个大白鸽，它那个大白鸽真的蛮有意思的。它这边叫那不叫大白鸽，叫海鸥，它是叫海鸥。哇，这是个超市吗？我走错了。哦 ，sorry， 走错了。海滩在哪？不对，就找一点海滩。哟，我拖鞋忘了带了。对的，下不了海。哎呦天哪，把这正事给忘了。这真的是把这事给忘了，拖鞋忘带了。这家伙，不能下去，只能看一看。依山傍海啊，这海滩，这边就是小山坡，依山傍海。这普通人呢也可以来看看了、啊。美国这些公园好多海滩是免费的，不是免费，停车费是要钱的。这海滩人还算多了呢，有的本地的海滩呢、啊，那几乎都没什么人。几乎都没什么人，所以吧，这个东西可能在一个洛杉矶，假设一个洛杉矶人，他可能看这个海滩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但是对于那游客，你想一想，就第一次来啊，就任何景点，你来一遍你都觉得很美，有意思，第二遍你好多景点你都没啥意思，第三遍都不想来了，对，真的是这样。你包括这苹果手机，买来苹果手机第一天用，特别兴奋，好开心呐、啊！用了一个月，感觉也就那样了吧。全人呐、啊，他会审美疲劳的，人呐、啊，真的是这样。但是哪一天苹果手机坏了，你没手机了，那你肯定觉得，哎呀，没手机咋活啊？这样，这海滩也是。我是珍惜这个海景啊，为啥？我刚从这美国大沙漠回来啊，看到这大海。嗨，嗨 ，How are you doing？ Yes, sir. How are you? 哈哈，这么美国这还玩个小的，那个叫 scooter， 那个叫 scooter。哎呀，蛮有意思，美国这。没法说了，美国的人太热情了，跟你都不认识还跟你打个招呼啥的。哎呀，哎呦哎呦，这不给大家看了，这海滩边我看有个女的好像就穿那个比基尼，哎呀，不给你们看了，给你们看就还得了啊，你们各位可以来美国旅游看一看。海那边海上还有帆船，有人在做帆船运动。因为我这个人天生不会游泳，我不会游泳，我要学习游泳，我害怕。看一下，害怕。哇，海浪一直在吹呀，海浪。慢慢的摇，这棕榈树这么高，慢慢的坐下来吧，坐在这里吧，不要闲逛，就坐在这里。哎呦，看看大海吧。哎呀，哎呦，我的天哪，这美女，
这不得了，这美女不是说穿比基尼的，这美女我感觉这是，哎呦我的天哪，这上半身感觉都已经脱了，我天啊，哎呦我的天，这真是自由社会，这真是自由社会，这啥也不说，这美女更，这真的是，再看一眼，再看一眼。说你就说看这个大海啊，这海滩海风吹的，就你说还有人想回中国，哎呀，脑子坏了，真的坏了，真的是坏了，这为啥这么多人叫什么人心向美啊，哎呀向往美国啊，看这不光是美国收入高的问题啊，你看美国人家这生活质量，哎呀妈，这海滩，哎呀我天，这大海，哎呀，这味道都有点海洋的味道，哎呀，太爽了，这中国啊所谓的那种豪宅啊或者说贵的房子只不过是在北京上海市中心什么搞一个核心地段啊弄一个商品房，最多就是大平层啊，大平层可能有个200万-300万美元，我天啊，或者400-500万美元或者1000万美元吧，你这1000万美元你在美国买的是啥房子啊，你看洛杉矶人家这，哎呦我的天哪，没法看哪，你在洛杉矶那 PV 你买一个500-600万的房子，哇天，那海滩那美景，天天日落太平洋，你还在乎那北京上海那什么，包括香港包括东京还有什么英国伦敦啊巴黎啊，你看他们的那所谓的市中心豪宅高大厦，哎呦我天，那叫啥啊，你想想，你再想那什么所谓的古堡啊什么，哎呀，你到美国加州看看这海边豪宅，你到夏威夷去看一看那个大别墅，我天哪，你跟我说欧洲的古堡还是非洲什么原始森林，跟他都没法比，真的真没法比，哎呦我天，太爽了，就整个就是你普通人都能享受到这个，真的，哎，黑色的鸟我经常看到，你看看这才叫生活啊，这才叫生活啊，你说这叫什么呢，同样花5000美元人家去加勒比海玩一圈收获的是满满的回忆跟那个美景，有的人花5000美元去干嘛了呢，去抽烟了，去喝酒了，去赌博了，你说那有啥意思啊，你说这想不通，真的后悔来美国，真的不后悔来美国待晚了，不是后悔来美国，哎呀5岁来就好了，10岁来就好了，小鸟啊别叫了别叫了，你都在美国了你还叫啥叫啊，小鸟啊你真的是，这妈的这要在第三世界早就给你的妈的给你的妈吃了，或者说直接把你抓进动物园去卖门票了，当个观赏动物了，哎天哪，哎呦天，太美了，哇那边有个飞机，也是要生活的，什么坐飞机啊跳伞呐、啊、游山玩水啊坐游轮看看海啊，
哎呦我天哪，这家伙这身材，哎呦我的天哪，哎呦我的天哪，这简直，这不来美国我能看到吗？我，哎呦我的天，嘎嘎的，你说，不论男女，接他妈去。就跟刺就感觉要不穿衣服了，我天啊，哎呦我天，来这位老哥，这位后面这位老哥骑自行车呢，还在那转来转去，你看看这美国那两位老哥，我感觉像流浪汉呢。你就说美国最贫穷的流浪汉，这海滩的这个海滩旁边的豪宅有大量的好莱坞明星，商界政商名流吧，在这里买，就属于最顶级的了。他们逛的海滩，美国这流浪汉也能过来逛一逛。哎，他还能不走呢，就在这草地上躺着呢。你这，哎呦，这美国真的是，当个流浪汉都要来美国当流浪汉，真的。你在中国当流浪汉，第一没有尊严，骂你，搞不好城管打你，把你那个就打你嘛，说白了器官配对配上了，直接就抽血就挖干了。你说这在美国这当流浪汉，我操，随便搞一个自行车也不知道这自行车是偷的还是干嘛的，就骑了，随便没人管，谁管你这一帮，哎呦我操，这他妈流浪汉整大麻了，我操，不会吧，你看这，哎呦服了，这真服了，是吧，这人你不这么活活一辈子，真的要看看世界，你不看看世界你就不知道，哎呦我天，你又来了三个女的，哎呦我天，你不看你能知道啊，你知道世界成啥了，全他妈的夹边沟，什么海南三亚，对不对？嗯，这真没法比，真没法比，真的。就这个脸上的笑容啊，这个微笑啊，自信的面孔啊，就美国，我说在话，美国这流浪汉，我就感觉都很自信。这他妈，哎呦我天，哎呦小鸟，哇的小鸟飞了，飞得好低啊。好低呀、啊！哎呦我天哪！好吧，我也讲这么多了。看到了这美国最富有的这个人们呢住的地方，经常来的海滩，又看了看，海滩里面还有人家，任何人都可以来，包括你，任何人。这就是美国啊，对，这边是那个大美女，大美女的旁边呢就是流浪汉，共同的沐浴在共同的沐浴在阳光之下。哎，又来一美女搞牵一个小狗，我前面呢是一个是两三个男的，两三个男的应该在那坐在汽车上，汽车上玩手机呢，他不是坐在汽车里面，是坐在汽车上面，哈哈，回去了回去了，太美了，没办法，哎呦我天啊，这流浪汉这几个人跟我一样色眯眯的看着人家的几个大美女啊，我天哪，这家伙这就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服了服了，好了，拜拜了。